大家好，就是如果你想看什么，你就建议我播什么，我就播什么。比如昨天有位加拿大的朋友，他说想看翡翠，然后我就播了两场翡翠，他也买了好几个，所以这样子就我们有目的的播就更好。你想要什么，我们就播什么 ，OK。然后有位朋友他说想看一些500块左右的翡翠，一会儿我就准备播了。所以大家想找什么，我就按照那个方向去播就最好了。然后这一集有朋友建议播一些 K 金的14K 的项链跟手链，我们有很多的，本来是55块一克，今天就52块一克，52块，哇，这个是很粗的，这个很大，我这个就很粗，就八十几克，80几乘以52 ，OK， 那这些手链就轻一点。他借钱是这样子算 ，OK， 这个都非常好，14K， 这个通通都是14K 了啊，4.5克，4.5乘以52，就是你的借钱 ，OK， 克数乘以52，就是你的借钱，都是14K， 长度是7.8寸，7到8寸，对，所以大家有兴趣就。老样子截屏，你自己知道这个价钱了啊。反正这个系列就肯定不是钻石，就是锆石之类的，因为这个算重量是不可能是钻石的。7克7乘以52就300多，这些都非常时尚的。我们很多朋友一买好多条，然后送你自用2相宜。7.3克，7.3不是钻石，7.3乘以52。6.6克，14K，漂亮。哇，这个非常漂亮。14K 7.3克，7.5寸，7到8寸，3克，三克的话就才100多，还不到200，还没开灯，难怪。两边都没灯啊，等等啊，那刚才播的那几个没灯吗？没灯光吗？这样 ，OK， 这有灯光。哎，刚才那个有没有灯啊？14克，1.2克，这个还不到100，还不到100。这些都非常漂亮，7寸到8寸，3克，这100多，哇，这个是非常漂亮的，7.5到8寸，5.9克，这个可以拉长拉短都可以，哇，这个现在就是 T 加。最流行的 design， 5.9，7.8寸，2.2克，2.2克乘以50多呀，就100多，你看多漂亮啊 ！Summertime 戴这个非常亮眼耀眼。3.7克，这个是叫 diamond cut， 3.7克，7.8克，哇，超值！耳环就60块一克，耳环又比较轻，7到8寸，3克。三克，
就100多，就看重量。6.6克，就这个，就300多。300多，这个八寸，如果脚小的话也可以做脚链，4.5克。那这个耳环就60块一克，一会儿专做一个耳环的。啊，这些就有一点这个潘多拉的味道。7.3克就52.75，300多。可是这个很漂亮啊，潘多拉的款。那这些都是有一点潘多拉的味道。6.4，这是可以6.4×50多。这个款好喜欢，7.5寸，8.3克，就是400多，可是很大很粗。Multi color 三彩的，9.2克，9.2×50多，500多。正常外面都要卖100块一克。我们52块一克，都是14K， 6.2克，50块一克，52块一克 ，sorry， 这个大概六七克左右，这个我最喜欢的。我在曾经去西班牙，去年去西班牙的时候，就看到西班牙很多地方都有这种 pattern。这个四克就200多了，5.9克，你看非常时尚，这些都是目前最时尚的哦。因为播耳环，因为有些耳环也很 Q。我们很多香港的朋友跟我买这个系列，因为香港卖的很贵，所以就是很。4.8，反正我们客户来自全世界，对，但喜欢什么就截屏发给我就行了啊。就香港是说是珠宝的首都，可是因为你现在香港房租这么贵，不可能便宜嘛，因为我们就是为什么可以卖很便宜，就是因为我们省了服务费。所以这个不服你截图来，我们就马上发货或者什么样。可是如果你来店里面没截图，只是来看，我们不给看的，因为东西太多了，不知道你想看什么，你一定有目的来看，我们才给你看啊。所以我们就不提供服务，不提供什么服务，你截图了过来要拿 OK。如果你说来看哦，这个可能看一天的。是不是？就是说，我们是一定，我们你进来我们店里面，我们问你有没有截图，没有截图，你就要回去看了截图才来。啊，7.6，这个是52块一克，现在，所以7.6×50就差不多了，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很会算。哇，你看这些款都很漂亮的，8寸2.7克。52块一克，那这些都是非常时尚新款的，7.6克，52块一克。那这个 diamond cutting， 你去哪里都是要100块一克的，那我们就52。
所以就一定要大家看好了，看中了截图过来。如果你说要来现场挑，我们现场挑不是这个价钱，就是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直播，就是大家要看好了马上来提货就 OK。 因为你要来我店里面要带要试要那个，要有时候花很多时间，我们就不止这个价钱了。所以就是你挑好，是挑好了马上来店里面付费，那我们寄过去才有这个价钱。如果你要服务，我们就肯定不止这个价钱了。很多款的，就是我有空就慢慢播，今天尽量播多点，3.5克，3.5乘以50，反正就是10分钟一节，我尽量播多一点啊，10分钟一节，现在第一节已经播完了，但有兴趣的朋友们就请加微信。